300元扭蛋价钱竟然可以飞转高卡车，大阪滨智公园的交通游乐园满足到你。哇，佢都几快喎！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享受到的设施嚟噶，全长760米，大家可以在高高低低、弯弯曲曲的车道上飞驰。哇，呢个冲落去斜坡，在大自然的环境尽情享受驾驶的乐趣。我哋平日嚟包场咁滞，得我哋同后屘嚟咗个 B 玩。对小朋友嚟讲有啲幼稚，对我哋嚟讲啱啱好，唔系都刺激噶。但系佢好安全啊，其实跟住条轨行，佢已经去到劲远，揸好快咗。呢个体验就系我觉得咧，平时喺大阪踩单车好玩啲，因为个速度比较快同埋比较顺。今次呢啲咧，窒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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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样。留意官网或者 Google Map 开放时间，逢星期二或假日休息开9至5。下次嚟大阪又多个少人嘅地方放电啦！斋去交通游乐园嘅话，南海本线羽衣站最近。如果想喺公园大 hea 特 hea， 都可以喺滨智公园站落车。西出口出嚟，哇！见到嘅 view 系咁，几靓。我就以為假的，真啲上咗去走咗。你知啲車冇咁靚噶嘛？佢真係火車。沿途嘅風景，哇！靚到嗰啲水，哇！各位小朋友玩到攰，仲有雪糕食添喎！哇，好正，對住啲跑車食。哇，嗰邊仲有飛機添。哇，美國嘢。蒸汽火车，呢架系电车。喂，啲座垫系一个个圆形，几靓喎！影出嚟，有猫，见到只，影到只脚，影到只脚，影到只脚，哇！仲有日本旧式滑梯玩噶。我有个朋友咧，好中意呢啲上滑梯嘅。咁佢上次去嗰個就唔掂啦，今次呢個又好掂，好高咯頂！咁我哋而家咧上落去，呢個滑梯咧係嗰啲碌碌嗰啲嚟嘅，全程表演啊嚟啊！哇，好驚啊！最驚又要揸住另外一嚿嘢喎，你隻手本身係攞嚟扶住噶嘛，等我放低先，轉頭攞翻嚟啊！哇，好跣嗰種喎，嚟啊！哇，哇，好快啊！哇！哇！哎呀，车又刹停咗，再嚟！哇，唔得啊，条裤好脱啊，下次玩要着长裤。我开头会好快啦，以为啦，但系佢系因为条裤系咁脱住啊，我试下整埋个身，睇下会唔会快啲？系冇用嘅，系棘住啊！下面嘅视角，佢棘咗喺中间，好尴尬，躺平啊！好病啊！你爬落嚟，好病啊！棘咗喺度啊！唔得，行几步又转一转，失败嘅体验。玩了半个钟呢样嘢，今集就分享到咁多啦，多谢收睇，散会。